画面中这名男子开车上路，遇到警方拦检，他虽然把车停下来了，但是拒绝检测。我现在赶着要去跑业务，哎，你这个如果过了就停在线了。我现在有我知道，但是你可以开我单去验或怎样，但我现在要忙客户。警方告诉他拦检的原因，不过从男子的回答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似乎是不服气。今天这个是跟方面有联合的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算是就是不履行，所以我们这个要直接去验了，不履行会比平常的罚则更重。那你验生意平常是让你们去验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今天环保局他们直接在那边要摆那个机器，哦，要强制过去。他有摆，然后叫我强制过去，我现在。这样有点扰民哎，我在跑我的业务哎。尽管警方已经做出说明了，不过男子还是不愿意接受检测，过程中还想要打给律师。这段画面看起来是坐在车内的人拍摄的，上传到网络上之后引发热议。究竟双方谁对谁错，还有待警方进一步厘清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